樱花王伫立在这山头已超过百年，传说在樱花王初次绽开花朵的那一年，村庄里一对相恋的男女在这棵樱花树下互许终身，相约一起到生命的尽头。怎奈男孩意外而离开了世界，女孩伤心欲绝，悄悄地离开村庄了。从此玉兰村的樱花树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等到樱花王这棵树盛开之后，其他的樱花树才会跟着开花，而且一直到今天。一晃眼就是60年过去了，玉兰阿嬷带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，在儿孙的陪同下回来村庄看看。玉兰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了。瞧，这里有好多的店家，也有民宿、茶庄，种茶的面积比以前多好多。玉兰这里的山很绿，天空依旧是那么的蓝。玉兰因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发展，有古兰就是泰雅语夹杂日本语的发音，才会有今天玉兰的称呼，于是沿用此音为名。玉兰休闲农业区位于省道公路台七线98.4公里处，这里可分别通往宜兰市、罗东镇、桃源县及宜山。玉兰面向兰阳溪河谷，北宜南圈母山，茶园连绵，临近高山环寺，属于雪山山脉的一部分。山势起伏，颇有规则。至玉兰村一带降为150公尺左右。山腰及分水岭一带土地平缓，且地形完整。由于玉兰长起青雾，适合茶树生长，因产地玉兰而名为玉兰茶。虽然玉兰的故事已成往事，但这些记忆都还历历鲜明。大同乡是宜兰县的两个原住民乡之一，山地面积占30%，居民有泰雅族人、闽南人，
还有后来移民的客家人。由于地理形势优越，大同乡拥有多处著名的风景，如太平山森林游乐区、七兰国家森林游乐区、明池国家森林游乐区、九寮溪自然生态教育园区、鸠之泽温泉区。这几个风景区都散布在玉兰附近的山谷翠峰之间，也都自成绝世独立的美，假日很多游客都是慕名前来，人潮非常的多呢。玉兰村拥有广大的山坡地，整座茶园沿山坡种植，碧绿整齐，甚为美观。茶园面积约达50公顷，属包种茶种，分清新乌龙、金萱和翠玉三种茶树，质量俱优，色泽、香味均为上品，这是玉兰茶最为特殊的甘醇味。好美的花朵啊！神台这时候樱花盛开，玉兰道路两旁满是鲜红的山樱花，盛景布满整个山坡，就像是油画般如梦如幻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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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订房。请问你是？是吴家庆。哦，有，好久不见了啊！你终于回来了，欢迎欢迎。谢谢。这是妈妈。哦，阿芳妹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欢迎光临。好，这个是房卡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房间好大。哎，大家好。哦，冬妹啊，阿金姑。哦，冬秋木很多哎。对啊，阿金是怎么啦？亲香玉兰呐，阿都在那看看的安啊。大冬妹来，来添早餐。阿金姑，大伙儿不记得了，唔好啦。冬秋木是咋个呀？玉兰村的茶园风光别具特色，这里气候宜人。宛若置身在这绿色世界里。站在观景亭放眼望去，南洋平原尽收眼底，真是美不胜收。十二月的时候，阿太太带你来看樱花开。休闲农业区坐落于迷雾缭绕的山林间，一栋栋建筑伫立于此，这都是在地特色建筑与民宿。来到玉兰住宿，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休闲度假生活。每天从花香、草香中醒来，看着浓雾环绕在身边，就像是来到世外桃源般。因为玉兰景致宜人，坐拥浮生半日闲，啜一壶清茶，一杯咖啡，看云海，观日出，多么的惬意啊！休区有些民宿主人有自己的茶园，制茶经验丰富，可以趁此机会来认识玉兰的茶香、茶艺、
与茶文化，让您品茗之外也体会了茶庄风情。有的客栈设计了多种 DIY 体验活动，如原住民倒马术活动、烤肉，不管是家庭旅游、团体旅游等，都能让您在玉兰休闲园区过一个愉快的假期。来玉兰这里度假，绝对可以与家人、好友一起过个完全不一样的休闲生活。我行去哦吼，今天吼特别为你准备的泰雅风味餐，来强荣啊哈，强荣，强荣啦，我行去哈，强荣，强荣。小红姨啊，哎，妈妈讲哦，哎，你玉兰哦，你系年轻妹哦，比以前哦，果好浓诶，比以前很好有年轻妹诶。我这请求这款多哈。啊，系啊，今天来见面都真好哈，系啊，系啊，都真欢迎哦，没错，今天都大家弟弟啦哈，啊，还有上嘞，有上哦，有上啊，都真好啊哈。咁咁又我见你啦，哎，迄个新年欢喜哦，有啊，有啊，啊，明天有时间吼，啊，哥，他就我等来赶看者，啊，你多你多两间啊，可以啦，系啊。啊，找袂当听的，无大家来去，来去啦，吼！啊，找袂当听的，来上下来，上下来，大家上下来，吼！来，来，来。是我们做的蜜香，我想再送你喝，祝你身体健康哈、哦！啊，谢谢。老婆，两个有机餐，送你啊哈，祝你健康啊哈，啊有喝了多料啊哈，啊，谢谢。老婆，你一家做个班哦，差单我等下来洗哦，哈。哦，到我洗了。哦。还不错，你还是省来吧。我们这杯蜜登天有你泡来吃啦。好哦，谢谢。旁边的那个茶熏蛋哈，很好吃哈，给你吃哈。哦，俩馒头哦，谢谢。茶冻，还没冻好吃哈，又还有新哈。啊，谢不容易啊，谢不白看。要舍不得，下一次再带你回来哦。下次再带你回来。余生不知山深处，路长未知路尽头。踏步若来寻玉兰，玉兰就在不远处。有山，有水，有树，有花，有我，也有你。沏好玉兰茶，为你的到来，我不独倚。Thank you.
樱花羊伫立在这山头已超过百年。传说，在樱花王初次绽开花朵的那一年，村庄里一对相恋的男女，在这棵樱花树下互许终身，相约一起到生命的尽头。怎奈男孩意外而离开了世界，女孩伤心欲绝，悄悄地离开村庄了。从此玉兰村的樱花树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等到樱花王这棵树盛开之后，其他的樱花树才会跟着开花，而且一直到今天。一晃眼就是60年过去了，玉兰阿嬷带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，在儿孙的陪同下回来村庄看看。玉兰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了。瞧，这里有好多的店家，也有民宿、茶庄，种茶的面积比以前多好多。玉兰这里的山很绿，天空依旧是那么的蓝。玉兰因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发展，有古兰就是泰雅语夹杂日本语的发音，才会有今天玉兰的称呼，于是沿用此音为名。玉兰休闲农业区位于省道公路台七线98.4公里处，这里可分别通往宜兰市、罗东镇、桃源县及宜山。玉兰面向南阳西河谷，北宜南圈母山，茶园连绵，临近高山环寺，属于雪山山脉的一部分。山势起伏，颇有规则。至玉兰村一带降为150公尺左右。山腰及分水岭一带土地平缓，且地形完整。由于玉兰长起青雾，适合茶树生长，因产地玉兰而名为玉兰茶。虽然玉兰的故事已成往事，但这些记忆都还历历鲜明。大同乡是宜兰县的两个原住民乡之一，山地面积占30%，居民有泰雅族人、闽南人
还有后来移民的客家人。由于地理形势优越，大同乡拥有多处著名的风景，如太平山森林游乐区、七兰国家森林游乐区、明池国家森林游乐区、九寮溪自然生态教育园区、鸠之泽温泉区，这几个风景区都散布在玉兰附近的山谷翠峰之间，也都自成绝世独立的美。假日很多游客都是慕名前来，人潮非常的多呢。玉兰村拥有广大的山坡地，整座茶园沿山坡种植，碧绿整齐，甚为美观。茶园面积约达50公顷，属包种茶种，分清新乌龙、金萱和翠玉三种茶树，质量俱优，色泽、香味均为上品，这是玉兰茶最为特殊的甘醇味。好美的花朵啊！神台这时候樱花盛开，玉兰道路两旁满是鲜红的山樱花，盛景布满整个山坡，就像是油画般如梦如幻。订房哦，请问你是？是吴家庆。哦，有，好久不见了哦。是啊，终于回来了，总之欢迎欢迎。谢谢。这是妈妈。哦，阿旁边。你好。好久不见了哦，欢迎光临。好。这个是房卡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大家好。哦，冬妹啊，阿金姑。哦，冬秋没看到的。对啊，阿金是怎么样？亲像玉兰啊，阿都转来看看的安啊。阿冬妹来添早餐。阿金姑早饭不记得了。唔错啦。冬秋唔是早的啊。玉兰村的茶园风光别具特色，这里气候宜人，宛若置身在这绿色世界里。站在观景亭放眼望去，南洋平原尽收眼底，真是美不胜收。从玉兰村也可以前往松罗国家步道及九寮溪自然生态教育园区。松罗国家步道原本是泰雅原住民打猎必经之路，全长2.4公里。行经南社吊桥后，可以窥探东台湾鬼斧神工的自然精美，沿途布满巨石、流水瀑布，置身在此仿佛身处仙境。漫步在九寮溪自然生态教育园区，您可以欣赏溪流周边丰富的林相，玩累了就在凉亭歇歇脚，让风儿轻轻吹拂脸庞，一边听着虫鸣鸟叫与流水声，真是惬意。
你看我今麦只吼做这 UP 的茶啦，哦，UP 的茶，今麦吼就拢无全油啊，啊嘛无本草油啊。看我今麦人听下，恁知影嘛健康啊，哎，只啊咧介健康嘛，哎呀哎呀好。阿妈你看茶水啊，好，这边开刀的茶餐拢上菜哦，今麦大家吃。好，阿妈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谢谢。现在来玉兰，不仅可品尝特有香气的玉兰茶外，还有具特色的茶餐，更叫人食指大动。每道料理食材经茶叶加工处理后，色香味俱佳，更重要的是让顾客吃得安心，吃出健康。茶冻、茶熏蛋，还有茶桂呢。茶桂香 Q 柔软，有嚼劲，非常的好吃。还有客家擂茶，一日农夫采茶的体验，自制茶体验等活动，好吃又有好玩的。哇，又又又，哇，加固蛮快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跟你们说了，你知道各位吗？来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。谢谢，感谢我们这个帮忙，帮我摆一摆。好，如果没有找到，准备有啊。玉兰休闲农业区坐落于迷雾缭绕的山林间，一栋栋建筑伫立于此，这都是在地特色建筑与民宿。来到玉兰住宿，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休闲度假生活。从花香、草香中醒来，看着浓雾环绕在身边，就像是来到世外桃源般。因为玉兰景致宜人，坐拥浮生半日闲，啜一壶清茶，一杯咖啡，看云海，观日出，多么的惬意啊！休区有些民宿主人有自己的茶园。制茶经验丰富，可以趁此机会来认识玉兰的茶香、茶艺与茶文化，让您品茗之外，也体会了茶庄风情。有的客栈设计了多种 DIY 体验活动，如原住民倒马术活动、烤肉，不管是家庭旅游、团体旅游等。都能让您在玉兰休闲园区过一个愉快的假期。来玉兰这里度假，绝对可以与家人、好友一起过个完全不一样的休闲生活。方梅，莫行去哦哈！今天吼，特别为你准备泰雅风味餐，来强融啊哈，强融，强融啦，莫行去哈。相容相容，相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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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阿姆，我敬你啦。啊，迄、那个生了欢喜哦。有啊。好啊，明仔有时间吼，啊，哥，较早我转来甲你看一下。啊。你住你住两间啊？可以啦。系啊。啊，找袂当听，无大家来去来去啦吼。啊，找袂当听的，来上来来上来来，大家上来吼。来来来。我们做的蜜香，我赶快送你喝。我祝你身体健康哈！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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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婆，两个有机茶，送你啊哈，希望健康哦哈，还有还能多聊哦哈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老婆，你要几个？
家做个班哦，插单好在那好吃哦，哦，豆好吃哦。哦，俺公婆那个还是省来吧。我们这这米真挺好的，好的泡来吃了。哦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谢。他旁边俩那个查询蛋哈，很好吃哈，给你吃哈。哦，俩馒头，谢谢谢谢。茶冻，还没冻好吃哈，就是那个啊，辛苦你啊，哎，辛苦大家。不要舍不得，下一次再带你回来哦。等下次再带你回来。余生不知山深处，路长未知路尽头。踏步落来寻玉兰，玉兰就在不远处。有山，有水，有树，有花，有我，也有你。幸好玉兰茶为你的到来，我不独自。